Olive Garden, yeah. 地上没有这个呀，要等15分钟。短信发给我们一个链接，可以追踪我们现在排第几。我觉得这个 chicken shrimp carbonara， 还有三文鱼这个不错，这个 alfredo 也不错。这词到底哪来的？这次我知道是西班牙语里头的雪的意思，但是好像香格里拉也用的跟这个词很像，不知道这词香格里拉那个名字哪来的。美国店的随提放的这个糖的量比中国餐馆的少。小孩的 menu， 好看。哇，新烤出来的面包感觉真鲜啊！啊，哇，好了好了，面包是可以无限的续。他们说的西班牙语。一人吃一个，这是鸡和虾的意大利面，这是鸡肉，尝一尝啊，看看这个鸡柳，哇，好嫩啊，尝尝这个虾，虾的虾线已经调了，哇，咯吱咯吱的，很新鲜，有奶酪的面条。嗯，筋道，好吃，哇，不腻，不油不腻，虽然都是奶酪，但是不腻。那我来评测一下我媳妇的这个三文鱼，嗯，毫无鱼腥味，很好吃，入口即化。花菜煮的也很软。我评测一下你的 mac and cheese。哇、哦！这个店几乎可以算是意大利菜里头的快餐了，因为意大利菜你能吃那么便宜已经不多了。你看他这块连玩那个都要交钱，玩这个他花了1.99元，可以用这玩意儿付。小费15%是他都给你算好了，你看能给10块吧。比15%高一点。所以这顿花了74.97元。点赞加关注，带您看真实无包装的美国。